健身教练有多赚钱，你们知道吗？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健身塑形，私人教练一节课的价格甚至达到了这个数。其实想要运动健身，根本不需要天天泡健身房，只需要一面镜子就行。就是这款 Fitch 智能魔镜3 Plus， 连接手机就能选择健身课程。健身小白先来个体测，它会针对你体测结果给出适合的健身计划，不用担心过度运动导致拉伤。那我怎么知道自己动作规不规范？它里面内置的 AI 传感器能捕捉到人体的33个骨骼点，你动作做得不标准，会通过语音来纠正你。脚抬高，新版功能升级，还能双人 AI 识别。一起玩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健康运动，解锁双倍快乐。这不就是升级版的跳舞机吗？格局小了，跳舞机能社交吗？在 Feature 运动可不孤单，不仅能发布自己的运动动态和其他健身达人互动，还能跟好友连接进行 PK。 它的镜面是一块 4K 透亮屏，能直观的面对面跟着教练一起做动作，运动时还有磨光幻影灯带加持，255颗柔光护眼的珠，不伤眼，氛围感拉满。不同课程能有不同的光影特效，像冥想瑜伽就比较柔和让人放松。镜子下方配置哈曼卡顿音响，要知道这音响单组一个就要2000，不仅让课程变得更加享受，还可以语音点歌，放自己喜欢的歌。魔镜魔镜，放一首爱你。这种沉浸式的课程概念太棒了，课程类目多元有趣，涵盖塑形、瑜伽、有氧、格斗、普拉提，每个项目都有私人教练，小哥哥小姐姐任你选。如果你只想练局部，他也能针对你的需求给你定制科学的课程计划，细化到一周几节课，分别什么内容，简直比私人教练还贴心的程度。魔镜魔镜上瑜伽课，运动不只为了身材，也为了健康。对于社恐没时间去健身房的，他真的值得，而且还能省下好几万私教费，你不想试试吗？